右转五百四，高度飞常非常的高，左转五，左转的，起的二十，倒滑的三百六十，五百四十，一百二十，高度保持的非常的好，倒滑的三百六十，完成的非常非常的不错，高度保持的非常好。 好，李方慧没能超过张志新的成绩，暂时排名第二，和中国的两位选手排名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。Next up, we have Rachel.